271寧夏日報以開放的心態擁抱世界2015年7月14日11:52.05 http 冒号商斜线sz.nxnews.net/nxrb/html/2015-14-14content/14650.html 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，同时我区人进来成果丰硕，上半年全推新批外资项目17个，投资总额$8.3亿。随着香港中旅集团并购沙坡头旅游景区，阿联酋皇家投促局投资建设六盘山旅游休闲度假区，美国亚马逊公司在中为投资云计算等项目落户宁夏，利用外资的